即阵网络顶端有一段影片，是绿岛有人半暝时啊咧虐待一只互铁链仔绑掉的梅花鹿，用脚乌白甲踢乌白斩梅花鹿的头。香港所已经咧追查影片内底民众，按台东管区嘛强调讲，即款行为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，若准查到一定会重罚。画面当中，一十个人有一只互铁链仔链条的梅花鹿，佮举脚斩梅花鹿的头，梅花鹿跌倒，佮互伊强扭起来。翕的时间是5月15日，用直播的方式播送。得到民众看较真生气，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安尼行为违反动物保护法，都要重罚，可处拘役2年以下。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哈或拘役，那另外财罚20万元以上到200万元的罚金哈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哦。我们希望说各位游客哦来绿岛玩来看梅花鹿的时候，如果有跟梅花鹿接近的话，不要再有这样子伤害梅花鹿的动作哦。台东县政府强调，梅花鹿是一般的野生动物，按过绿岛要民众的饲，不管是野生还是饲的梅花鹿，依法拢免虐待。另外，这影片看来是做伙朋友翕的，在网络直播，也违反动保法，应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扣300元以下罚金。香港所甲管府会全力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